Altax 的 Robotaux 超级工厂首曝光，出厂即可无人驾驶。真正全无人驾驶 Robotaux 生产线是什么量？12月22日 ，Altax 首次对外揭晓 Altax Robotaux 超级工厂内部视频，展示中国首个真正全无人驾驶 Robotaux 生产线。据泰媒体了解 ，Altax 选择了江苏常州建设首个生产基地，其全无人 Robotaux 产线历经三代全线优化，以确保每一台 Robotaux 量产集成的精准度和一致性。原本藏身于 Altax 第五代无人车后备箱之内的车载超算平台 XCU， 第五代性能怪兽多传感器系统、车规及热管理等都一一呈现。全无人 Robotaux 的大脑、眼睛、神经、心脏、骨骼、肌肉等也悉数亮相，且在 Robotaux 赛道上取得了无数个第一的光环，打造中国首个具备 L4、L5 级别车载与控制器、车规及冗余线控的全站电子电器架构冗余的 Robotaux， 获得中国首个加州全无人驾驶牌照，实现中国首个公开道路全无人驾驶与商业化运营，全球首个在城中村终极挑战全无人驾驶，在深圳实现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区域。相较于仅做软件供应商的自动驾驶公司 Altax， 在硬科技的投入越来越深，此次在真正全无人级别智能制造产线上的重大突破，更展示出其坚定投入规模化真正无人 Robotaux 硬核科技的决心，以及对质量安全性的极致要求。